就到围墙了，滴滴咖啡进来，到围墙这里的时候，我经过一个坡，下坡，下坡到底，等一下就跳水沟了。天路况好像还不错嘞，刚刚好，很扎实，还不至于干到粉。跳水沟了。哦，慢慢的来。哦，这边的狗啊，愈细愈亲啦。哦，是。我要过哦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好，你好，你要过，你要加灯泡嘞。我叫我要过来啊，叫动一下。我想要压去，实在会使安尼跳过吼，安尼往顶头跳过再过，将迄两丛树啊砸掉的。确定了，刚才，刚才去哦。那老外一个，一个